老公过来扶一下，老公。哎呀，不对啊，有一只鸡。不是，老公，你过来扶一下。等会儿都有一只鸡跑了。老公，你先过来扶一下我们。鸡跑了。鸡跑了。老公，你先过来扶一下我们，鸡跑了，待会再抓。人还不管了，很不高兴，怎么能够去管鸡不管老婆呢？有点太过于认真去要抓鸡了，所以确实没想那么多。可能并没有那么抖，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老公伸出一个援助之手，我就会觉得你很关心我。那个坡非常的平缓，我是觉得他稍微有一点上纲上线。上纲上线，还才看到哈，才看到，才看到背后采访，背后采访，哼，生气，生气。